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频道，我是吴新宇。今天的讲座呢，我们继续上一期啊，来看一看对付大飞脚的各种的破控的方法。在上一期中呢，我们讲了这个对付大飞脚拆二啊，这个破控的方法。那么本期呢，我们来看看就是普通对付大飞脚啊。对付大飞脚呢，一般都是会先选择拆边，是吧？不管怎么拆，那么呢，这边拆过来，以后呢，这个角上显得呢有点这个弱啊，显得呢有点这个薄弱。那么呢，这个怎么来破这个它的控？这个是黑棋呢，就是说。可以就是说研究的方法啊，在这个地方呢，基本上呢就是说有两个点，一个呢是靠，一个呢是点啊，这个呢都是可以的。我们来看看这个点的下法啊，点的下法呢，白棋无外乎啊有两种啊，就是说呢，一种呢就是说是挡住啊，一种呢就是压。我们来看看白棋如果挡的是什么变化啊？挡的话，这个黑棋呢，贴这个有点熟啊，那么白棋就搬，是吧？黑棋呢只能断啊，当然你不能这样出来被白棋粘上，肯定是。不行的啊，那是不行的。那么呢，你这个呢棋呢，那就是说呢，只有断啊，只有断。那么断的话呢，白棋就算简单的呢搬这个就可以啊。如果黑棋争执不利，当然呢，黑棋肯定是不太好，啊，只能弯出来的话，即使啊给你吃掉，你这个。所得也是很有限啊，没破到什么实质的东西，外面还要落后手，还不好补。就算争执有利啊，这个黑棋呀、也没什么太多所得的啊，毕竟这里有个子，你等的只是这样吃掉啊，这里多了个子，是吧？这个以后白棋就算呢练回来，这个黑棋呢也谈不上有多大的便宜啊，这个黑棋呢，并不是说太理想啊，那么面对这个挡呢，其实呢，黑棋比较有利的招法是顶，白棋这个挡啊，其实还是风险比较大，黑棋可以顶，这样呢，白棋啊不好应对。那么面对顶的话，现在呢只有长，是不是？只有长。黑棋可以跳出来，跳出来的话呢，白棋如果小尖，黑棋当然不能挡，那么黑棋呢就粘上。你虽然冲出去了，那么这个地方呢，这个黑棋就冷静的退一个啊就可以。白棋由于黑棋啊比较长，白棋肯定是封不住黑棋。那么一旦封不住的话呢，这个黑棋这里啊，它呢只是一块孤棋啊，而作为这个白棋来说，这两个子是吧，肯定是没活，而这个角上呢也没有活进，等于就是说白棋啊两块棋呢都有负担，这个黑棋只有一块，这个作战呢还是白棋啊明显的这个负担重，不好。那么就只有冲断啊，冲断进行这个对杀，但是这个对杀呢还是黑棋啊这个主动一些，黑棋可以搬。
再搬啊，这个常用手巾，这个打掉啊，没什么，可以。那么呢，再以粘上。白棋啊，这个地方呢，普通的情况下是可以紧住黑棋的棋，但是现在呢，这个搬不成立，因为呢，它可以扑啊，扑你提呢，它再虎，对吧？你这个就收不进去了。而你不紧住它的气，一旦一松气呢，就被人家啊这一断，这个叫出事。作为里面来说呢，那么白棋只有打在这边。由于黑棋啊有本身劫啊，这个扳就可以直接呢开了啊，这个都是不开这边也行，就直接呢给你打这个劫，然后先打一下总是便宜的啊，把这个可以当劫财用。那么呢，就局部而言，这样呢是一个这个明显白棋不行的变化啊，白棋不行的变化。所以在这个角上杀气啊，这个白棋是凶险很多啊，黑棋当然还有可能直接呢跟你从这边打劫的变化啊，这个这样呢，白棋呢还是不是太好啊，可见呢，挡住这个呢不是太好。那么但是点的时候呢，白棋可以压在上面，压在上面。黑棋当然只有顶，是吧？那么白棋呢也就压住啊。黑棋搬啊。如果黑棋不顶，那么爬这个啊，这个呢白棋就可以顶住。这个就有点像什么呢，辛晓飞点角挡住爬啊，这个爬呢不是太好。正常呢应该是搬粘完了飞啊，如果你单爬这个，那么白棋就顶住啊，你搬粘这个不是太好啊，这个不是太好啊，因为这两手啊还是有点亏，正常应该是飞在这啊，飞在这都活得不太舒服。所以说呢，这个当白棋压的时候呢，黑棋是要走是顶这个，也总是顶这个，那么白棋就挡住啊，黑棋搬，这样呢白棋呢再连搬啊，连搬，这样呢大致上是一个普通的正常的变化啊，正常的变化。黑棋又回到我们前面讲的啊，可以呢可以选择吃外面，也可以选择吃里面，但是不管怎么样啊，白棋呢都还算可以接受吧，白棋便宜我们当然是不能说，如果你吃外面啊，那就形成这样，白棋还是很厚实的，把角呢守住了，这个应该是可以满意的。如果你活里面啊，当然也是可以的，那么白棋就粘上，这样的话呢，这个子啊稍微显得就有点这个重啊，离他后视啊稍微有点太近了。这个呢当然黑棋也是可以的，就是说也不亏啊，这个但是只是说呢，这个点白棋就这么硬呢，黑棋这个谈不上呢有多厉害啊，能破白棋的空，但是呢谈不上多厉害啊，这个刚才那两个变化图呢是双方呢都可以接受的变化。那么还黑棋还有一种下法呢，就是靠这个，那白棋当然搬啊，如果退呢，那就等于心位点三三啊，这个就变得比较严厉，那这个子肯定位置不如这个啊。那么白棋搬啊，这时候黑棋呢也有几种这个下法啊。第一种呢，这个搬这个是可以考虑啊，是可以考虑。白棋如果吃呢，这个可以立啊，白棋吃这个好一些，那么黑棋就吃出来。这个呢，是根据这个争子的情况啊，首先黑棋要争子有利，不然被打拔呢好像有点难办。不过即使争子有利呢，这个白棋就算立下来啊，然后再小尖出去，这个就是说还是白棋呢也没什么好怕，因为拔了这个以后啊，这个角上基本上呢就是还是活了，这个黑棋呢也谈不上便宜啊，谈不上便宜啊，这个
反正不严厉，总之而言啊，就是说呢，靠这个啊，黑棋搬的时候呢，黑棋搬这个呢，不太厉害啊，不太厉害，白棋不怕。那么也有黑棋搬这个啊，搬这个呢，就是需要注意的，这就是一个劫财的问题啊，这个牵扯到一个劫，也有没有那么大的劫财问题？如果黑棋劫财有利，有那么大的劫的话呢，那么黑棋这个搬呢还是挺厉害的。白棋如果退让，那这个等于点三三连回来啊，这样的话，黑棋当然是可以非常的满意啊，非常满意。那么是个什么样的劫呢？那么就是打吃啊，打吃利啊，吃这个劫呢，就是说是很明确的。这个都几乎是双方的一本道啊，这是白棋呢也只有包打，如果打这个呢，那他就粘上了，你都封不住人家。白棋呢，肯定呢也是要滚，黑棋跑，黑棋不能跑啊，跑被提了，那么黑棋肯定提，白棋叫吃啊，这谁都没法退的。那么很显然啊，这个棋啊，这个就形成了一个啊这样的结阵，因为黑棋也没法退让啊，打走这个呢，那被人家提了，你这个爬路活啊，活是活了啊，这外面呢，这个损失太重了，而且这个是全是这个爬二路，这个肯定是不能够满意的啊，不能满意。那么势必就只有，这个开这个劫啊，开这个劫。那这个劫大家一看就知道啊，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劫。如果黑棋没有劫财啊，这个变化呢肯定不成立，你只能虎就亏了。你找个稍微小点劫财，就是这个至少得。感觉黑棋至少得找三十目以上的劫财吧，都不见得靠得住啊，四十目以上可能靠得住一点，因为这个被他提了的话，这个损失实在是太惨重了。当然反过来说啊，白棋也得小心，如果黑棋真有劫财打过来，这个提了是没法看了，是吧？这一来觉得这个劫实在是太大了啊，而白棋当然也好像没有办法退了，所以说那你退让的话，那黑棋就直接把你拍死了。这个的话，这个白棋呢也是啊，无法接受啊，无法接受的一个局面啊。这个过程中呢，谁都没法退让。你说你这个退让肯定不行，被中啊，就等于是这样啊。这个搬呢，其实搬完以后啊，这个双方呢，就是说是。一本道啊，一本道，没有什么变化。所以说呢，这个基本上呢，就是说黑棋除非有这个很大的劫财啊之后才能用，但是有时候呢可遇不可求啊，这个不见得有那么大的劫财，合适的劫财是吧，你还得注意对方有没有那么大的。就这个搬不严厉啊，这个搬呢也不厉害，那么呢这个靠，常见的这个靠被对方一搬，是不是啊就没有什么啊好的招法了呢？其实啊不是，在这个地方黑棋呢其实还有一步啊挺有趣的棋啊，也是呢值得大家啊可以借鉴一下的啊，我们来看看。那么就是说呢黑棋这个地方两帮如果都不理想的话呢，其实啊这个棋啊黑棋呢还可以啊，就是说立这个，这个也是挺有趣的一个着想啊，是可以考虑的一步棋啊，就是特别作为以掏空为目的的来说呢，其实是可下啊，可下。这个棋呢就是说呢白棋肯定只有挡下去，是吧，你粘上呢我就跑回来了，你顶也不行，顶背一搬这个形状就坏了，坏了。
等于呢也只有挡下去啊，挡下去。嗯，这时候当然黑棋呢这个现在可以搬这个啊，搬这个，搬这个。当然从这个你想棋子的角度上来说呢，断这个呢应该可能不是太好啊，白棋有这个简单的这个守金啊，那么你就说如果打吃完再退啊，这个呢虽然可以弃子，但是好像没有什么效果，因为这两下收完以后啊，主要是这个子显得有点没意思，是吧？如果没这个子当然是非常满意，但这里长了个瘤一样，这个肯定是不太满意啊，不太满意。那么黑棋就搬啊，白棋呢只有两种下法，白棋正常的呢就是粘一个，粘一个，这样呢黑棋在做活，黑棋在做活啊，这样呢黑棋就成功的掏掉了角上，虽然活的小了一点啊，虽然活的小了一点，但是呢也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变化啊，就是实地也是有收获，因为白棋外面呢并不是很厚啊，虽然我活的不大，但你外面也不是很厚，因为眼睁睁的看着这个小尖就是先手，是吧？不管你这里有没有没子的话呢，以后他也逼过来啊，就算啊不如了，以后小尖的一跳也是非常舒服的形状。白棋这个棋啊，这个总之来说，这个有一个弯的这个啊这个子在这里，效率呢也不是很高啊，不很高。这个呢是黑棋呢也可以接受的。那么搬的时候呢，你也不用怕他人家粘啊，粘，那你做活当然不肯啊，这个就差的太多了啊，这个等于这个子跑到这里去了啊，那你肯定要藏啊，他来杀你，他不能打啊，这样活的就大了，他来杀你呢，你不用怕啊，一个啊，根据情况，你就算冲断，直接冲断弃子也是可以可行的啊，比如说是这样。他杀你好像是杀掉了，那你就藏，是吧？他走你就呢收紧，这个整个收紧一点呢也不吃亏啊，一点也不吃亏。实在是觉得收紧没什么意思呢，你要想活呢也还是可以活啊，这个可以打一下，这之前就是这样呢也呢就活了啊，这个活了以后白棋呢可能还没有活呢。所以呢他这个粘也不怕，那么立啊，所以说这样的结果呢也是啊黑棋可以接受的一个变化啊，在这个班和这个班两班都不好的情况下呢，靠了立啊也是可行的下法。那么也就是说对于这边点和靠啊，这个都是可以的，当然你想得多大的便宜呢倒是不太现实啊，这是大飞脚从这边逼住的一些变化，但还有一些情况呢，它就是从这边逼住了啊，是吧？也有可能从这边拆过来了。当然，你不要指望两边都拆过来，两边都拆过来呢，这个基本上白棋就兴高采烈的补一个啊，因为这样的话，这个白棋这个形状还是比较舒展。我们刚才前面说了，在这个无忧角白棋补一个都可能的话，那是大飞脚呢，他呢就基本上会心安理得的啊补一个算了，所以等这个的时候就没机会来掏他。那么走完这个以后呢，这个破空的招法呢从这边逼住啊，破空的招法呢也主要呢就是两种，第一种还是点这个啊，点这个。现在呢黑棋呢白棋呢挡这个呢就不是太好啊，不是太好，因为啊这个棋就是说黑棋接下来顶，这是我们已经说了很多遍了啊，在这个实战的下法啊，顶完搬跳啊，这个就是说是常用的手筋，这样呢白棋就被黑棋分割成两块，这个呢白棋就是说是明显的吃亏了啊，明显吃亏了。
这个不是太好，这个不是太好。那么白棋如果说不搬下来再去回去防守的话呢，这里的形状呢也走不了那么完整啊，它可能这样啊。所以一般来说呢，白棋挡这个呢不太好啊。曾经还我们前面提到过白棋顶，但是呢这个形状不太一样，这里面子力有点少啊，这个还是跳呢都有可能是先手，这个白棋你搬这个都来不及是吧。这个一般呢挡这个不太好，那么点这个的话呢，白棋基本上呢就还是挡住算了，就压住算了，把这个角上的目数呢就不要在乎了，把希望呢寄托在这边的发展啊，因为这边它本身就没子嘛是吧，这样压住啊，把这样退啊，这个再去拆这一带啊一类的啊。这样，不过不管怎么说啊，这个黑棋这个点的破空呢手段是没有问题的啊，没有任何问题，白棋大概也就是这个简单的防守一下算了，只是呢你得看一下白棋这边的效率的问题啊，如果走成这样呢黑棋不见得便宜，白棋这个后了这个效率还是挺高的啊，如果这一带什么有个子呢你当然是可以考虑啊，不错啊，这个呢主要就是说看看这边的啊这个配合的情况啊，配合的情况，要是这里有个子再点起来，哎他又不能挡这个，这个呢确实是还可以，但白棋也不能说完全不能接受他，他就算走这个或者说是跳一个等等啊，这是一种呢比较就是说正常或者说是在这个情况下这个使用的最多的啊这个破空的方法。靠一个现在不好啊，因为靠一个这个子啊隔得这个太远了，不像是在这里啊这个有联络的这个帮忙啊，这时候靠呢肯定就是不好了。那么还有一种呢只靠在这里，这个倒是有啊，这倒是有。但白棋解明的话呢就搬啊，这个倒是和刚才呢有还原了，还原了啊，这个张这个不便宜啊，这个地方被他一爬再一搬张冲王一挡，这个活得比较大啊，而且自己外面这个有毛病啊，或者先冲的挡也行，这里有个断点啊，再搬张啊，这个活了呢就比较大了啊，这个白棋呢肯定不太满意。搬张就是可以的啊，可以的。那么这是最简明的了啊，是吧，你长它就那个你单搬这个呢没什么好的啊，这个它就打吃了粘上我们也说过好多次，这个形状呢黑棋是一点都不便宜的啊，一点都不便宜的。那么白棋还有一种防守呢就是小尖啊，小尖这时候黑棋不能立啊，立又还原成这样，那么黑棋只有长，那么黑棋就长，白棋呢走这个黑棋啊，这个时候如果单拐呢不是太好，它粘上的话呢那么就退啊，你还得退啊，这个被他人家一拆啊所得无几啊，这个时候手筋依然还是什么呢先断啊，要注意等他拐的时候，等他打吃的时候再拐，如果提掉那你就等于白白的顶到一下啊，等于呢你顶的时候他去爬了一下是吧，他本来肯定不会硬呢，这个子是没有用的，那么再靠下去。好，那么这样的话呢被拐打以后啊，这个先断拐打啊，刚才我们在这个上一期是我们这个大飞脚拆二也牵扯到啊，这个靠完以后这个断了拐打没这个子也是就是说好的次序，大家要注意，这个是常用的一个手段啊。如果提不肯的话啊，提不肯的话，那么白棋就粘上啊，这个粘上呢黑棋也不怕，就挡住，挡住它就是白棋首先呢
肯定不会去跑到二路去拐，是吧？拐我就算退，你也是亏的啊。我当然我这个是先手的话呢，我可能现在就是靠下去了。那么如果你现在啊跟刚才一样去猜一，那么呢黑棋就是说一种老老实实的呢补一手打吃啊，这个立掉是先手啊，虽然多花了一手棋啊，虎这个飞还是虎还是虎在哪等等看，根据也是呢，虽然多花了一手棋啊和退上面，但是呢整体啊全变得非常的结实非常厚，特别这种一路硬腿都是先手，这个呢黑棋完全是可以满意的这个结果啊，满意的这个结果。如果觉得说哎呀花一手棋不值得，那么呢你就虎一个就可以，虎一个也可以，这样有点先手味道。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走完以后哎一长要出棋，白棋只有做活，但你做活呢这个黑棋同时呢也活了啊，拖这个也行，这里还有先手。那么白棋如果要提一个的话呢，那么黑棋可以暂时不走啊，不然不走也可以，以后呢根据情况再挡回来也差不多，那这样也是可以考虑。所以呢这个黑棋呢还是不错，也不怕啊，这个大概呢也就是这个样子吧。但白棋你说它坏也不一定。那么白棋还有一种呢可能就是断，但是这个断呢还作战呢黑棋没什么，也没什么好怕的，就跳白棋长，黑棋打吃，再呢跳出去啊，以后这里随时呢还有靠这个的味道啊，还有靠这个的味道，这样的话呢这个整体作战黑棋完全呢也没有什么可害怕之处啊，害怕之处。所以说呢刚才那样呢这个是白棋啊，可能搬的张是比较多的，当然刚才那个猜一的变化呢也是可以这个考虑的啊，考虑的。经过这些看呢，我们本期呢我们就是简单的总结一下，就这大飞脚不管黑棋比在这边还是比在这边啊，当然黑棋都有呢这个后续手段啊，都有这个后续手段，但是呢白棋呢也没什么好害怕的啊，白棋也是能应付的，暂时不补呢也没关系啊。一般走在这的话呢，黑棋以靠这个为主啊，靠和点这个呢为主，靠一个呢可能更好一点点啊。如果逼住这边的话呢，黑棋还是呢以这个点在这和靠在这为主啊。但是作为白棋来说啊，比较简单的呢，不管它逼在哪边啊，你就是说形成这样一个棋啊，其实呢这个白棋呢基本上呢是最简明的应对啊，我们不敢说它是最好最简明的。你要是这边有子呢，白棋就从这里连扳，是吧？你要是这边有子呢，白棋就给他了啊，猜一个。白的就是说在这里啊还是以小心为主啊，小心为主。因为毕竟啊黑棋一套起来，白棋如果应对不好的，我们有很多这个图，应对不好的话呢，白棋啊就是说容易呢就是局面失控啊，失控啊。如果对方两边都逼住了，那就请你心安理得的啊老老实实的补一个吧。这样的形状呢可以说是白棋啊完全是可以这个接受的啊，其实是一个很结实很好的这么一个棋形，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啊，不满意的。好，那么呢这就是我们大飞脚啊各种各样对方破空的方法。好的，今天的讲座呢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大家再见。